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Vic Talk。本视频想跟大家复盘与总结一下，在刚过去一天里，整个加密市场有哪些大事发生？今天绝对是加密市场值得被载入史册的一天。在今天凌晨，SEC 正式批复了以太坊现货 ETF 的申请。虽然目前以太坊现货 ETF 还暂时无法上市交易，但是 SEC 的审批通过已经代表着说，以太坊现货 ETF 的上市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后续也只是时间问题。所以这绝对是一个重磅的利好讯息。我们也看到，无论是推特还是朋友圈，大家。 基本上都在刷屏，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价格方面。那么在以太坊现货 ETF 的审批通过以后，那么以太坊的价格其实并没有出现太多的飙升，反而是在昨天晚上还没有通过的时候，来到了一波三千九，但是又反复插针。以太坊在币安上最低都差到了三千四百多，而比特币也更是一路下跌，从昨天的将近六万九千五跌到了现在的六万七，那么最低的时候甚至也是跌破了六万七。所以确实昨天的这个市场的动荡是非常。 非常大的。那么我们来看以太坊链上的一个数据，其实也不是特别好看。所以虽然审批通过了，但以太坊后续依然是任重而道远。那么随着以太坊现货 ETF 的获批，我们看到整个宏观层面的利好也是带来了整个 RWA 赛道的一个爆拉。我们看到这边 o n d o 的一个涨幅也是很凶，目前已经来到了一点一四，单日内涨幅超过百分之二十。而基本上其他的一些这种 RWA 的标的也是逐步的开涨了，比如说像 TokenFi 啊 c h i f i 啊。 啊，以及之前的这个像 BICO 啊。 包括像 c a m t o 等等这些标的，也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开始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这样的一轮普涨，所以想跟大家去来分享一下关于 RWE 这个赛道。那么与此同时，昨天涨幅榜最靠前的依然还是整个的 Meme Token。那么佩佩在昨天再次刷新自己的历史新高，可谓是一骑绝尘，持续上升。那么 p e o p o e 也是在今天又涨了将近百分之三十，目前已经来到了零点零八五。那么这个涨幅也是很猛，包括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 Meme，对吧？你看到它的。 一个涨幅也都是很凶的，基本上是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所以目前看起来，整个 meme 赛道依然还是最凶的。你也能从这个币安涨幅榜上来看到，基本上有好几个标的都是属于 meme 的这个板块里面。比特币的符文方面，昨天是有所回调。那么这个狗在昨天触及到自己的将近新高值之后，那么有一点小小的回调。不过我觉得这个回调还是属于正常的一个阶段。而且你也看到，在 gate 上面狗的一个交易量也是很高的。那么之前跟大家。 分享的这个 Sonus 项目也是持续的爆拉，那么二十四小时之内涨幅也是超过百分之二十。那么这个音乐平台的项目也是想今天跟大家去来分享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一些主要内容，请注意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均为个人间分享，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投资风险很高，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如果你感兴趣，请点赞关注本频道。大家点赞与关注就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的动力。同时啊，VIP 群，如果你有一对一的 Web 三咨询需求，或者想找到一个特别良好、有趣的交流社区，获取到一些有潜力的投资标的，那么也是欢迎你扫码、啊、付费加群。我们的价格是。 是五百美金一年，所以如果你感兴趣，欢迎各位上费。 今天凌晨的市场可谓是暴涨暴跌。那么在今天凌晨早些时候，大概十二点一点的时候，整个加密市场出现了一轮不小的回调。那么比特币跟以太坊都单日内跌幅超过百分之五。那么以太坊最低甚至一根针都差到了三四多。所以确实这个市场真的是不是特别安稳。那么其实大家的一个心理预期都是觉得以太坊现货 ETF 被审批通过之后，可能会有一波暴拉。而且其实大家已经基本上默认了美国这边一定会。 审批通过，这个已经不再像比特币现货 ETF 那样子纠结了，因为毕竟比特币现货 ETF 是一个开头，那么有了开头之后，第二个、第三个就没什么问题了。包括我刚才也看到，有一家基金的创始人都已经在喊，我们期待着索拉那 S SC C 可以审批通过他的 ETF，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那么确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讯息放在今天来说，绝对算是一个利好。但是就像我昨天视频中说的，那么这个目前的审批只是说可以让。 以太坊现货 ETF 出来通过了，但是距离以太坊现货 ETF 什么时候上市这不知道了，因为后面其实还是要审批这个 S 一杠 S 三。那么昨天尼大的关于整个呃以太坊现货 ETF 的这个推文，我相信大家也看了。那么尼大其实今天也是一直在 follow 这个资讯，包括也是做了一些翻译。那么同样的，我也会把他今天翻译的这个文章放在视频详情里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么对于以太坊现货 ETF 呢，我个人就觉得目前确实美。 美国那边对于加密货币的这个看法，好像从上一轮牛市，比如说 DeFi Summer 开始时候的不信任，然后纠结，慢慢的已经变成已经突然完全的这种放开了，所以这个意思的转变其实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转变的一个方式跟方法也是真的比较快，所以目前看起来，无论是目前的以太坊现货 ETF，还是说由昨天美国众议院审批通过的这个加密货币法案，那么好像都已经向大。 大家代表着，美国已经用了四年的时间将。 加密货币的定价权完全放到了美国这边，而且你也能看到最近比特币的涨幅，尤其是当比特币上市了 ETF 之后，那基本上美股怎么走，比特币就怎么走。所以美股牛市，比特币也会走牛。所以这个资产真的，美国人用了四五年的时间，已经完成了所谓定价权的一些转移。所以确实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事情也是比较遗憾的。不过我说实话，目前如果你要看一下目前的实际的数据，就是以太坊上的数据，目前并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点、呃。 嗯，基本上还是处于这种相对低位的情况。虽然链上的交易量有了不少的提升，较之前比较熊的时候差不多翻了一倍，但我们在以太坊上依然没有发现什么样特别好的标的。虽然今天我也跟大家说了，整个 RWA 赛道起来了，但是 r w 赛道的起飞其实跟 r w 这个赛道本身没啥太大关系，而是由整个监管利好层面所带来的。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o m d i 这个标的，基本上就是一个纯监管和这种 Web2 的资源导向型的。 的一些标的，那么对于这一类的标的，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我不是那么的喜欢，因为它其实本质上不算是一个纯 Web 三的标的。那我个人可能会更喜欢一种像 Canto 啊这样的一些纯 Web 三的这种标的。但确实，目前在呃整个的 SEC 审批通过 ETF 以及美国这边政策大转向的大背景下，那这种被政策所支持的项目肯定是会 formal 的，而且大家也都在寻找 RW 赛道有什么样特别好的标的。那么我也看到陈建。 老师昨天有发了一篇文章来写这个 Bico，还有这个 Link。那么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之前其实灰度有一篇关于 RWA 的报道，那么提及了 Bico，以及提及了 c h e i n l i n k 那么将它所放到自己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里面。因为 Bico 这个项目其实是在做账户抽象的，那么它也说了，作为最大的账户抽象解决方案，那么它其实提供了非常多的地址，那么占据了百分之五十的市场份额。那么 c h e i n l i n k 就更不用说了，基本上。 所有的一些资讯啊，位价都是由 Chenlink 来去做的，所以这两个才是整个 RWA 承接的一个关键性的门槛，或者是关键性的一个中间件的基础工具。所以呢，这两个标的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而且我看到最近 Bico 的走势其实比较好的。那么从嗯之前有开始在炒作它，到现在涨了差不多也有将近百分之二十多了。但这种标的怎么说呢？但在我个人的角度，我会选择对于 RWA 赛道先再看一看，因为。 政策的转向是非常突然的，而且这种政策的转向基本上跟 Web 三的投资逻辑没啥太大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抱着 Web 三的投资逻辑去做，那可能大概率会亏钱。但后续如果说 r W 赛道真的能有一些起飞等等，我觉得还是有封墨的机会在的。所以，对于所有的热点项目，我们都应该去花时间了解跟研究。但至于是否要投资，那可能还是要再等一段时间。那么，请注意，大家在整个加密市场中赚到的钱，其实除了老鼠仓的钱。 之外，也只有 form 钱，所以请各位务必把所有的精力以及所有的。 钱都投入到这种热点的标的上，因为在热点的标的中去冲浪，那可能这个收益是比较多的，但是也要记得去及时收手，因为我觉得卖比买要更难。那么目光回到整个 meme token 方面，meme token 这两天真的是涨疯了。佩佩在昨天稍微暂歇期过后，那么又开始了这个新高。在昨天下午的时候，佩佩又刷新了自己的历史新高值，而且一直不断的在创新高。包括 people，我们看到 people 这两天也是涨疯了，前天涨了百分之四十，那么昨天又涨了。 百分之三十，那么已经来到了零点零八五，那么真的很多小伙伴把它卖早了，真的是拍断大腿。而我们也看到，像什么 AI Dog 啊等等这些标的，也基本上普涨百分之二十左右。那么确实，目前整个的 MEM 标的还是整个 Web3 中最赚钱，也是目前造福效益最强的。包括我们看到 p u m f u n 上的一些市值不高的标的，其实也是有一波非常不错的一些涨幅的。所以目前真的 MEM 还是热潮。那么今天又有了一个 RWA，所以或许。 市场会逐步的复苏，大家也可以看看。那么符文市场也是我说了，狗这个标的也是一骑绝尘，基本上较上上周最低的时候翻了差不多有一倍多，也是在昨天即将触及到了它的一个历史新高值。不过目前看起来，整个狗的热度跟像社区中的佩佩啊这种 meme，包括说跟今天的 RWA 好像热度都比较一般，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目前比特币生态好像是真的表现的比较一般。那么我个人觉得有可。 可能是由于最近以太坊现货 ETF 通过啊等等这些资讯，所以做是比特币可能目前没有被关注的一个点，但确实。 狗的一个价格走势目前还是很好很好的。那么最后再把目光回到 Sonos 上面，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那么这个项目也是之前是卖节点，那么现在它是一个基于 AI 的音乐生成的一个标的。那么这个标的在前天的日报中有跟大家聊过。那么当时非常明确的跟大家说了，这个标的会上一个土耳其的交易所，而且这个标的其实也是一个强装币。然后这个标的就是一如既往的走了自己强装币的一个路径，基本上也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拉了差。 差不多有百分之二十左右，而且目前看起来这个热情也都是逐步的在往上走高吧。那么对于这种标的呢，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强装导向的消息面壁，你已经非常清楚的看到，在周三的时候，我跟大家已经聊过了，这个标的会上土耳其交易所，而且这个标的之前的操盘手法其实也比较类似，就是你看到它在呃今年年初二三月份的时候，那基本上也是最高拉到过零点三五，而且拉到零点三五其实只用了几天，那么也是几天之内拉。 差不多有十倍左右。那么关于这个标的呢，我之前做过视频去分析它的一系列的基本盘，所以如果你对这个项目的基本盘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但我个人还是将它定义为一些强装标的。如果有了消息，那可以就买一买；如果说消息散去，那可能就暂时先撤退。那么对于这个标的，目前已经拉上去了，所以对于后续的一些投资，你可能自己需要做一下自己的研判。因为如果你在周三时候上车，今天是很爽的；但是如果说呃你没有上的话，那今天可能你的风险性会稍微高一点。 一点，所以你是否要买和是否愿意投，你就 D Y O R 了。就这种强装币，就是如果你能坐上车，是很舒服的。当然，如果你坐了车没下来，你可能也是被套了，很惨很惨。所以至于是不是要买，你可以自我分享。那么确实，对于整个今天市场的一个总结，其实我个人看起来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只要 I C C 和美国政策那边的一些大转向，那代表着说加密货币方面肯定会有更好的一些利好政策，包括我们昨天跟大家聊的这个众议院通过的这个。 加密货币的一些法案，对吧？其实里面还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就是想要美国在二十一世纪去重新掌握互联网的这个所谓的定价权，跟所谓的这种创新的控制权跟发起，这个也是挺有意意思的吧。所以就要看后续美国这边的一些走势，只要美国的政策一直趋近于利好，我觉得像什么索拉纳的。 呃，这种 ETF 包括后续什么 BNB 的 ETF 上市，其实也都是可能的。而且现在确实整个加密市场已经跟美股高度相关联了，所以对于后续的一些市场，我个人可能比较看好，尤其是在嗯、呃、今年后半段或者是在明年年初，美联储宣布降息之后，那整个加密市场肯定也会作为一个比较核心的投资标的，那可能也会带来巨量滔天的一些流动性。那在当下的阶段，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一直保持。 市场的一个敏感度，要知道哪些标的值得投，哪些标的值得买。那么最为核心的是要保护好自己的本金，不要由于开合约或者是由于其他的一些操作，让自己的本金受伤。所以呢，以上就是本期日报想跟大家去来分享的一些主要内容了。好，如果你有更多想说的、想聊的话，也在评论区留言或者是点赞关注本频道。最后，如果你要加入我们的 VIP 付费群，也是欢迎各位送码付费，价格是五百美金一年。感谢大家收看，谢谢视频，再见，谢谢。